相传100年前，一位老玉农到昆仑山脉采玉，他走了一条前人从未敢走的险路，发现了这块宝玉。有人说，昆仑山乃是大清的龙脉，此玉正是龙的眼睛。咸丰帝把玉交给了我曾祖父的父亲李云绵，他匠心独运，用了5年，终雕成了这尊世间独一无二的玉石榴，浑然天成。多半助理云绵，恭请皇上圣安。免礼，平身。谢皇上。启禀皇上，玉石榴已经雕成，请皇上御览。相传这龙精妙玉牵连着神州国运，谁成了此玉之主，便可一统江山。真漂亮啊，这玉石榴是你雕的吗？回老佛爷，是小民所雕。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还能雕吗？你眼不花手不颤呢。小民的眼已经花了，况且雕完这个玉石榴手就废了，再也握不住刻刀了。哎呀，真是可惜了的。哎呀，真是旷世美玉呀。这流传中啊，都说谁要是得了这个宝啊，那就能一统天下呀。所以说啊，那么多的人都不惜舍身亡命想得到这块宝。真想看看这宝贝啊，这是供你当今圣上的，你不要命了？就看一眼，没事的。不行，就一眼，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当年咸丰帝将玉石榴带去了承德避暑山庄，但世间不知多少人觊觎这天下奇宝，他们都想得到这主宰天下的龙眼。玉石榴从承德运回紫禁城，这一路上可谓是步步惊险。江湖上朝野间前有狼后有虎，玉石榴能安全回到慈禧的手上，那是多少人头落地，实属不易。
最悬的一次，就是咸丰爷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之后，朝廷想把这块玉呀、运回到宫中，谁知道遇到了劫匪。当时多亏我啊，派了两个密探，不然的话，这块玉呀、早不知道哪儿去了，也不可能在宫中流传到今儿啊。怎料这慈禧太后爱不释手的稀世珍宝皇家重器竟然在紫禁城中不翼而飞了，而这口黑锅竟然扣到了李天顺的头上。造办处御工李天顺接旨。奉太后老佛爷口谕，造办处御工坚守自盗，盗取宫中珍宝玉石榴，赐杖毙。怎么没人接旨啊？李天顺呢？回崔公公，李天顺去茅房解手了。嘿呦，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去，差人把他叫来。只因慈禧太后太爱这玉石榴，便让李云棉的接班人李天顺照着玉石榴再仿制一尊。谁成想新石榴还没雕成呢，这宝贝原件却没了影儿。哎呀，师哥扛不住了，让你出来接旨。有没有去请普兰亭停碑了？请碑了爷干嘛呀？嘿，这时候只有碑了爷才能救得了我的命，快去请停碑了。好好好。哎呦，回碑了爷。怎么了？有人求见。行了，咱家不等了，去俩人把他拖出来。这杖毙李天顺。住手！参见贝勒爷。奴才给贝勒爷请安。跟我这儿干什么呢？这是回贝勒爷，李天顺偷到了太后老佛爷最喜欢的玉石榴。回贝勒爷，崔公公血口喷人，他冤枉好人。玉石榴被盗一案正在彻查，你凭什么说是李天顺干的？有人证有物证吗？回贝勒爷，奴才不知道这些，奴才只知道奉了太后老佛爷的懿旨要杖毙李天顺，奴才得亲眼看见他被打死才能交差。来啊，狗奴才，你跟谁说话呢？哎，奴才知错了。我现在就去面见老佛爷。你们几个，谁也不许造次。叫造办处照葫芦画瓢，结果这瓢没见着，反倒把葫芦给丢了。回老佛爷，奴才知道这玉石榴是您心尖上的玩意儿，这两天正派人彻查还没个水落石出，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安得他李天顺头上去了。我可听说小翠子是亲自交给那李天顺的，谁瞧见了？回老佛爷，奴才斗胆，他李天顺不可能敢偷到您的宝贝。退一万步说，就真是他干的，也得先让他把宝贝交出来再打死。这倒是一句明白话。得了，甭打了，给他三天时间查出盗贼，追回石榴。若是查不出来，你跟李天顺就都甭活了。这怎么着，还不动换呢？回老佛爷，奴才以为这玉石榴丢失必是内鬼所为，这两天还望老佛爷能严查宫禁，别让那盗宝的贼人把宝贝运出宫去。准了。
站住！腰牌呢？嗯，走吧。哎，腰牌呢？我和他一起的。好，走吧。哎，站住！腰牌呢？抱歉，大人，出来的匆忙，忘宫里了。上面说了，没腰牌不让过，回吧。能不能通融通融？都跟你说了，没腰牌不让过，回吧。昨天崔太监来的时候，我当他的面把这玉石榴啊放在柜子里头，当他的面也落了锁，可是今天打开的时候，这就已经空了。这锁的钥匙是就你那儿有一把吗？我有一把，还有谁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出事儿，所以昨天就搬到这儿睡了一宿。按说搬到这儿住不应该出事儿，那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或者有没有外人来过？进屋了没有？但是那太监小喜子来过一趟，拿了一块珍妃娘娘摔碎了的玉佩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但是是在院子里看的。在院子里看的？是。嗯，明白了。调虎离山。什么？盗宝的是太监呐！瞧瞧瞧瞧，最怕的就是内贼呀！捉内务府，赶紧的，把所有的太监都给我查一遍，一个都不能落。这，老佛爷圣命。快去呀！我说我的活祖宗，哎，咱们还是回去吧。不行，不能又挨了打，又背黑锅。那你说不回去又能怎么着啊？崔太监贼喊捉贼，我得跟老佛爷说去啊。哎呦，我说天顺，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想见太后就见太后，我在宫里当差20多年了，我也没见着老佛爷一回呀。哦，那怎么着？就这么算了，反正这口气啊，我是咽不下去，我得去。你要是去了，也是作死。你别管了，那我跟着跪着等，等到他来为止。嘿，你怎么这么拧啊？你不回去是不是？好，那你等着，我回去。奴才跟老佛爷请安。你这怎么了？把气儿喘匀了再说。哎。禀老佛爷，这小喜子死了啊？为什么呀？这小喜子呀，他偷了玉石榴，怕别人发现就自杀了。您瞅瞅，这是在他屋里搜到的。哎呦，小喜子，这跟玉石榴挨不着边儿啊。前些日子他到那个造办处找李天顺修牌子，顺手就偷了这玉石榴。这是他自个儿跟你说的。回老佛爷，是奴才猜的。你瞧瞧，你猜也不能瞎猜呀，真是的。怎么着吧，啊，以后啊再有太监偷东西就拿你试问。奴才该死，奴才记住了。哎呦喂，这不是前几天没打死那玉工吗？回禀君爷，我想见太后老佛爷。崔太监偷了那玉石榴，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住哪儿，麻烦您给引个道。你是吃了良药了吧？你是大学士还是军机啊？想见太后就见太后。不是，我是遭这崔太监给诬陷了。我只知道你私闯宫禁，绑起来。是。哎，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好赖呢？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您知道这哪儿吗？跪在这儿可是死罪，绑走！起来，哎，走！我说，哎，我说军爷，军爷，我说军爷，军爷，没见过胆这么大的，不知好歹。他也是到了宫里有几年了吧，也不是生虎子了吧，应该懂些规矩了。回老佛爷，这李天顺闯了您的宫禁，应当斩，斩他100回都不多。
但依着奴才我看，这里还有下情。您说他这一身能耐，要是真就这么斩了，怪可惜的。他这身能耐可不是老天爷给他的，是老天爷给老佛爷您的。留着他这有用之身，好还能伺候您。那我就饶他这一回吧。这样吧，死罪免了，活罪难逃，我就差遣他到西陵当石匠去吧。白天的欺男霸女，胆子是不是太大点了？别多管闲事啊，这是我家婆姨。大哥，我不是他婆姨，他们都是人贩子。这位兄弟，这是我家里事儿，与你无关。大哥，他们都是人贩子，他们真的是人贩子。嘿。这女娃子又开始胡说八道，他们真的不是你家里人？我没说瞎话。好，你相信我吗？信，你一看就是好人。那你今天跟着我走。啊，好啊！既然这件事今天被你撞到，按照规矩，卖了这女娃子钱，咱仨平分。果然你们是人贩子，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滚！敬酒不喝，喝罚酒，我就不信。今天我们两个还都不过你一个。走。大哥，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救我，谢谢！哎呦，别急，不是，你哪儿人啊？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啊？我是南方人，我出生那年，我爹就死了，我母亲临终前，让我去投奔我姑妈，没想到遇到了人贩子。嘿，你姑妈在什么地儿啊？我姑妈住在京城的老街。京城老街？哟。你说的不会是宣武门外那条老街吧？就是宣武门。真的？哎，你那姑妈姓什么叫什么？家里啊？啊？他们家姓丁，是拉骆驼的。骆驼丁啊？不会是丁广元吧？丁广元是我表弟啊。嘿，我们借饼儿。借。这，我们就是邻居，隔着一堵墙。真的，真的，大哥，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嗨，我叫李天顺。哎，你受伤了？嗨，哟，我给你包一下。我说的呢。别动啊！别用你的东西啊！这是，没关系。古今今来，爱情啊，都是一样的突如其来。李天顺。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位有赛香妃美誉之称的漂亮姑娘黄荷香，当然黄荷香也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过她的天顺哥。对了，你刚才说你叫李……哦，我叫天顺。天顺哥，你走。我跟你说啊，再走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丁大妈了。哎呀，这也太巧了。
我姑妈一定不会相信是你救了我。是啊，这就叫缘分，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啊，往前走没多远就是菜市场，专门咔嚓砍人的地方。嘿，哎，这里头进去啊，就是老街，你姑妈家跟我们家都住这里边。哎呦，哎，我爸，我爸，爸，神算啊！您怎么？哎呦，你这个逆子！你没事吧？啊，不是，爸，您干什么？您怎么打人？您，你竟敢私闯进宫！老子在造办处那么多年没出过事儿，你才去几年就惹事儿？冤枉，冤枉，冤枉，冤枉！你也不能私闯进宫啊，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哎，你这，你这手怎么了？哎，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打就打吧，你调到官府干什么？我调得动他们吗？那谁叫的？我怎么知道？哎，哎，什么事儿啊？这是？对呀。哎，我说军爷，这大街上你别老盯着姑娘看呢。这姑娘可真漂亮啊！不是，漂亮你也不能盯着姑娘看啊。横什么横啊？有人告你强抢民女。哟，我强抢民女啊？我长本事了你。你还想抢民女？不是，这不可能是啊！这丫头是你打河北乡下抢来的吧？河北？不是，不是的，军爷，是李大哥救了我。对，我是救人的，我怎么可能是抢人的呢？这么快就勾搭成奸了啊？哎呦，军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那我怎么说呀？我这儿有人证，你们俩出来对质一下。军爷。你抢了我家婆姨，你还不认账了？你什么你，军爷，这俩人贩子，路人先告状。他不是人贩子。对呀，路人先告状的。他早上还在这儿呢，怎么就到了河北了啊？都甭废话，回衙门再说，都带走。哎，军爷，你问清楚了再抓人也不迟。他要真是强抢民女，那我亲自把他送到衙门去。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哎，你干什么？你别动手啊！你干什么？哎呦，干什么？我啊！哎，军爷，军爷，你搞错了。李大哥是好人，他救了我。这两个才是人贩子，他们都是坏人。甭废话，带走。李大哥，住手！这儿不能随便抓人。你们这么多人，当街欺负百姓，丢人不丢人？哟。这不是王五爷吗？我们在办公差，您最好躲远点。办公差为什么打人？赶紧放给他们！放给他们！这兄弟犯了什么罪啊？他强抢民女！你胡说！是李大哥救了我。他说救你就救你了。你要不相信的话，我们去老街问一下，看看李大哥是什么人，一问就清楚了。啊，对，咱们这就一道去问问这姑娘的亲戚。若这兄弟真是人贩子，随你们处置。对，照王五爷说的办。五爷，您是镖行，我们是官差。您说您又不是喝海水长大的，管得着这么宽吗？我还就是喝海水长大的。路见不平就得管，有我在，甭想随便拿人。您这是想替天行道了？得，成全您。上！哎，五爷，这事跟您没关系，跟您没关系，五爷。兄弟，这事儿我是管定了。让开！哎，五爷，哎，恶虎难敌群狼，上！上啊！五爷，好！好！哎！五爷，脚下留人！
都给个面子，有什么话好说，都别动手啊。杨老板，今儿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李天顺他有强抢民女的嫌疑，他要跑了怎么办？俊爷，要他真抢了民女，我呀和他同罪。你这话我可记住了啊。李天顺，你记住了，咱俩这事儿不算完。不是，哎，怎么着没完了你？你还能吃了我啊？你，王五爷，多谢。哟，别介，您怎么能跟我作揖呢？那怎么不能啊？天顺，快！哎，五爷，天顺在这谢我五爷，大恩大德，大仁大义。何香妹妹，这位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爷，跟你谢过王五爷。哦，谢谢王五爷。小事一桩，谢什么呀？杨老板，今儿我得谢谢您呢，万一他们要是不给您面子，我可就人命在身了。五爷，多蒙您高抬贵手啊，我今儿个成了那些兵油子的救命恩人了。回见您嘞。回见。回见王五爷。回见诸位。五爷慢走。慢走五爷。哎，何香妹妹，这位啊是杨老板，戏班子里的头牌，宫廷内参，杨老板经常给太后和皇上唱戏呢。谢谢杨老板。不谢不谢。天顺，嗯，你在哪儿抢来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妹妹？哎，我跟你说啊，杨老板那戏唱的，哎呦，回家去。你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回家去。哎，行，马上马上。哎，我们家住里头。那个杨老板，麻烦您把这何香妹妹送去那个骆子丁他们家。管你自己吧。啊、哎呦，骆子丁，骆子丁，骆子丁他们家，骆子丁。杨老板，我姑妈家住在。何香妹妹，就那边，我带你去。走。好。哎呀，何香啊，我苦命的孩子，快快快，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呀，姑妈，我总算找到您了。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才这么高，你看，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哎呦，姑妈，我以后跟着您，您不会嫌弃我吧？傻丫头。说的什么话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没想到你妈也是苦命的人，把你带的也不容易呀。我妈她太不容易了。行了，别难过了啊。打今儿起啊，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就是老街的人了。我的孩子，咱们老街是最讲规矩的地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不能做。哎，我没干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事儿啊，我那是救人。我跟您说了多少遍，您怎么不信呢？这何香妹妹要不是碰上我，她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我跟您说，你得罪官兵了，他们饶得了你吗？那您让我怎么着啊？明天把我推菜口去。跟我耍贫是不是？跪好喽！哎，李白，怎么了，天顺哥？他喜欢这么待着。谁喜欢这么待着？哎，你赶紧跟我爸解释解释，我这罚着跪呢。你跟他说说，我是跟他说不清楚了我。你也喜欢这么待着？李白，真的是天顺哥救了我，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卖给谁了。他手臂上就是救我受的伤，我要是有半句假话的话，天打五雷轰。起来吧。哎呀，哎呀，你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怎么才来呀？我跟你讲啊，你再晚来一会儿，我跟这儿很可能我就死过去了。我就对不起天顺哥，
啊，我来晚了。没事，没事，没事。要不咱们别跟这儿站着了，上我屋里看看。哎，走。你膝盖没事吧？啊，没事。来，来，进屋。哎，我就住这屋。来，你先坐，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啊。嗯。哎。哎，你坐呀。你看，哎，这些啊，都是我雕的。这是一只凤凰吧？嗯。应该还有一条龙。对，是有一个那个玉龙挂坠来着。我不知道放哪盒里了。没找着，这龙凤应该是一对。天顺哥，你得找着，要不然就凑不成一对了。对，得找着，得找着。哎，别，这个你喜欢，送给你了，啊？这可不成。你救了我，还送我礼物，这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来来，送给你了啊！你看，这个，这给我了。叫灶办处仿造的玉石榴，怎么还没呈上来？回老佛爷话，您贵人多忘事，之前宫里头闹盗贼。这玉石榴您不是？那就造个出来不就得了吗？这怎么了？还不动会儿啊？回老佛爷，之前帮您雕石榴的那个玉工，您恩典了他一个差事，上西陵当石匠去了。眼下造办处其他的玉工，我怕这手艺上……你瞧瞧我这记性。让他回来不就得了吗？这，您是说在宫里当御工的李天顺吗？就是他，手艺好，人称神仙李，人品也是一等一的好。姑娘，你见过李天顺吗？看来姑娘乐意啊！哎呦，这也不是一家乐意的事儿，您还是去问问李家再说吧。啊，放心，李家一定同意。大妈，哎，哟，杨老板，您可是稀客呀！来来来来来，哎，大德子，快来来来来，坐。大妈，大妈，我来看看您。哎呦，杨老板好。何小妹妹，往后啊，别叫老板，叫哥就成。要不太见外了。那我先出去了。哎，杨老板，来喝茶喝茶喝茶。康梁以为大清乃年久失修之大厦，不仅要兴修，更应全行拆卸，重奠根基，要以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启用新晋。你也是这么想的？奴才以为大清已然是久病之躯，不宜用猛药，应缓药治之，药则缓而病可除，若同猛剂，病未除反而会增剧。你呀，真当那帮子书生不明白呀、啊？其实他们什么都明白。千年的树能不生虫子吗？其实啊，他们打虫子是幌子，拔树才是真的。还有重新奠基，
奠什么祭呀？谁的祭呀？他们是给自个儿奠祭。太后一针见血。是啊，皇帝对我不满，他想利用变法堵我的嘴。可是啊，他就不咂摸咂摸，想一想，人家都要连根拔树了，他也是那树上的果呀。都是康有为、谭嗣同之流，蒙蔽圣庭。哎，外有书生窃国，内有太监盗宝，你瞅瞅，真是够热闹的吧？都是奴才无能。哎呀，如今呢，我是力不从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呀，就多多费心吧。奴才谨遵太后教诲，不敢有一时松懈。如今呢，能倚仗的人不多了。承蒙太后夸奖，奴才汗颜。嘿，我说师哥，这雕一假的石榴，用这么好的料啊？什么叫假呀？那料是不是真的呀？咱这回可得小心点，这再丢了，真得掉脑袋了。什么叫再丢啊？啊，那真的就没给拿回来啊？是太后老佛爷不让拿呀？用不着拿，咱看一眼就能着。嘿，真神了，师哥。哎，这换我了，你让我一葫芦画瓢都做不到。哎，这说正事儿啊，听他们说您是捡回一大美女，是不是？嘿，听谁说的？这老街人都知道，您捡回香妃，哎，不是那个叫赛香妃，说您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是个艳福，值啊！他是不是福，咱还不知道呢。怎么，没看上那赛香妃啊？那要不我去？行，你是该去了，你赶紧给我拿料去吧。得嘞。小盒子，哎，李天顺呢？啊，里头卓玉呢，不让打扰。哎呦，你赶紧把他叫出来吧，出大事儿了。这卓玉啊，讲的是一气呵成，这个有人打断，这气儿就断了，这气儿断了，这玉魂就跑了，不行。哎呦，别不行了，你赶紧把他叫出来吧，再不叫出来，他爸爸就断气儿了。啊！哎，师哥，哎呀，师哥，你家让人送信，说你爸爸快不行了，让你回去看看呢。